暂时分手。什么暂时分手是要干嘛？很笨啊。地球是圆的嘛？不会遇到。哦，你确定？你初恋不一定是你的真爱，但你可能错过了他一次，回到最后发现最喜欢的还是他。哦。三个月就结婚了。笨。OK 啊，没有经验。对，就是冲动。你结婚就需要一点盲目跟一点冲动，所以三个月是有点冲动。留下前任的照片。我会留啊，是我的人生经验啊。之前是有的，但是有下一任的时候就会把它删掉。对啊，我删干净，然后我被封锁。一本尊重要给了，把它放在暗黑小盒子。暗黑小盒子，您有这个暗黑小盒子吗？没有啊，我的是初恋嘛。你的初恋不一定是真爱，但我们绕了一圈，原来是真爱。他们在一起没有任何其他朋友，只有对方。我觉得不笨啊，因为我就是这样。身为他以前的朋友，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跟你联系了吧？天腻在一起，然后给彼此一两天的时间，就是在台湾就是有周休二日这种事情嘛。劈腿原谅，笨，超笨。一个前男友就是他疯狂劈腿，然后原谅他超多次，现在想想就觉得超后悔，就干嘛要原谅他？尊重但不见。笨，第一次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原谅啊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做错事，频繁或是泛滥性的劈腿的话，一直原谅的话是笨啊。花钱一日女友或男友，我觉得看情况，像那个抖音干片都有那个什么，要回去那个相亲还是什么？见爸妈那个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啊，其他我就觉得不太行。不是不知道，我只有花钱请过导游，没有请过伴游了。